接着下一首歌，我们有稍微做一些不一样的变化，就是我们有邀请一些特别来宾，对，然后好，那这首歌呢，将会收录在我们新的EP里面。对，那到时候发行的时候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等一下在介绍我们来宾的时候，可以请他们，可以请你们给他们一些热烈的掌声。